Hello， 大家好，我是紫色水离子。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一场最近天梯大热的一个英雄炼金术士。然后这场比赛由豪，然后砍手豪、一人豪、上将豪，然后各种称号河道豪，反正就是豪娘来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然后左边这边还是一个老的福利，现在大家在飞熊视频 APP 订阅我、守护我，在我视频下方留言就可以参加抽奖送福利的活动。本期抽奖活动依然是刀币，然后飞熊这个 APP 内容还是蛮丰富的，也可以离线缓存观看，我以后也会在这里跟大家进行更多互动。有兴趣的试自己人品都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扫描一下屏幕左方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手机市场里面搜索飞熊视频下载即可。然后左边这边这右下角这边还是一个老的零食店地址，离子吃我的 .com， 也是欢迎大家能够来看看。最近有很多新鲜上架的零食，也有一些参加一些淘宝客的一些优先的很好的活动，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还是蛮好吃的，也算是支持我一下。好了，广告就打到这里，让我们来说一下最近豪的表现。豪最近在牛逼中明显表现出回暖的一个状态，然后表现还是有一说一，还是蛮出色的，而且最近大木金仙的状态也好了很多。大木金仙的天赋我真的是佩服，前一阵说他不我直接躺了，前一阵说他有些不太好，不太想训练，然后这阵训练了一阵，表现的状态依然是出乎众人的意料，表现的非常好，毕竟木神啊，状态真的是如日中天，但是也希望木神在这里不要挥霍自己的天赋，还是要保证一个良好的状态，毕竟你现在还是一个职业玩家。炼金由于中单是打血魔，所以他出了一个补刀斧。炼金前期加点一般还是不点炸的居多，主酸物副被动，或者你感觉压力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也可以主被动副酸物，总体来说比较好打。出装方面，吃到赏金神符就是500块钱，一级肯定是加被动的，这个毋庸置疑，吃到赏金神符瓶子直接就可以过来，500块钱出门再留一点肯定是马上就能够 A 一个兵就够，甚至不 A 兵就够了，看你出门留的钱留多少。像豪娘这场由于是圆盾加树枝，圆盾加补刀斧，所以还得补几个兵才能穷鬼，就才能瓶子。这边血魔打炼金还好，双方都是一个雾开，血魔的优势就是攻击力比较高，有回血，而且不太怕被酸雾消耗，所以说血魔是一个打炼金还不错的英雄。炼金最好要积极控服。说一下炼金这个英雄的优点吧，优点就是能把装备刷得非常的快，带线也不太容易死，毕竟有大招，还是优点，就是很容易就形成一个装备碾压，也可以迅速清野，迅速。但是这英雄优点说完了，就是玩起来很爽，这英雄打钱真的舒服，就是能让你经济飞速增长，很快装备就碾压人家，领先第二名10000块钱经济，这真的不是梦，很轻松完成的事情。而且这英雄打到后期能力，但是这英雄有一个什么不好的地方，这边无疑晕到，这你看我接着要说它不好的地方了，小精灵接应一下，但是没什么用。这英雄比较弱的地方就是中单对线能力并不强，一打一的能力还可以，面对大部分强势的英雄都可以混，面对近战甚至能有压的希望。但是他这个英雄由于自身没什么逃生技能，而且前期还是比较脆弱的，很容易被游走，很容易被针对，上一场猫压那场炼金很快被针对致死。而且炼金这个英雄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自身并没有被化输出的技能，有一个刷钱技能，酸雾跟炸也不能被化输出，大招在他巅峰时期炼金绝对是 DC， 就 TS3 那个年代，但是这个年代确实大招比那个年代要弱了很多，他并没有什么就是不能很好把装备发挥出作用来的一个英雄。所以说这种情况炼金现在有两种打法，一种是刷保证自己无解肥，像现在最流行的分身辉耀，就是分身辉耀加上玲珑心那个加点，能让大招 CD 非常短，并且能迅速积累经济，带线也很快，然后打一个带线牵制流，这种炼金现在成一个主流。还有一种就是刷正面物理装，如果对面大哥并不够刚猛的话，可以刷一些正面对面的物理装。还有一种就是如果队友出 A 仗相当厉害的话，也可以出一些基本装，比如说飞蝎辉耀以后直接就开始养 A。
个人感觉还是飞邪分身辉耀那一套比较合理，个人认为。豪娘也是一直在拉着野，一会儿直接可以清，那您再撒一把雾，直接把野怪拉出来，扔把雾基本上就可以稳定拉到野。这边豪娘好好拼啊，抢到了符，哎呀，赏金神符很赚，炼金是最喜欢赏金神符的。这边拉到野，我靠，好多的野怪，然后一直用酸雾烫一烫，毕竟再扔一把酸雾可以让自己比较好的舒服补经济。炼金这英雄优缺点也说完了，但是这英雄并不是一个无脑手的英雄，确实我承认比上个版本要强，但是真的没有到大家那种没有上个版本的 TS 那种那么阴霸的实力。豪娘也是一直在不停的拉野清野，这边他感觉怕被游走，所以说把这波野怪全部刷掉，他就能到达快六级。有了六级的炼金，说实话对面爆发力不强的话很难击杀他，有一定的生存力保证。但是炼金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视野，炼金的英雄一旦被游很难逃生，确实自身没有什么特别好逃生技能，而且前期现在炼金由于比较重视自身发育，不加炸的多一些。然后炼金这边应该是等再去清一波野，马上就要有六级了，小精灵也可以帮他一下。一般还是没问题的，可以，这边是三波大野，可以，应该是精灵帮他拉的。嗯，看来毕竟明星选手啊，打单排，他应该是个单排，打单排也有很多人照顾。这场比赛看点在后面，可以给大家，因为他推荐的人跟我说看点在后面，具体什么看点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说只能在这里跟大家说。至于最近很多人问我海涛跟小莫那个是什么鬼，哎呀，只能说是可能英雄联盟的人现在都比较敏感吧，但是这件事上我个人感觉，怎么说呢，还是一个双方都有问题吧。就是我个人感觉涛哥不应该嘲讽，毕竟洛卢现在还处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至于小莫那个，你妈也是管得太宽，妈纯粹为黑而黑，英雄联盟就这样，没办法，妈的输比赛，而且我都怀疑妈打英雄联盟智商为什么都那么低，我靠，真是低。妈前一阵说什么老干爹辣酱，我靠，垃圾酱，真是受不了。然后在这里也是不评论了，也不带节奏了，毕竟节奏现在还是很凶猛，所以李子不想在这里带太多的节奏，省得毕竟跟我关系不大，这种事儿我还是支持涛哥一下吧，毕竟算是一个电竞工之人嘛，也就是毕竟是我的前辈，然后还是在这里支持他一下吧。而且就这事儿来说，虽然不带节奏，但我个人感觉涛哥问题不大，还是更加的支持一下他们，毕竟对罗罗好感确实不多，腾讯天天黑 DOTA， 什么来个什么配音，就是来个配图都是 DOTA， 什么 DOTA 玩家又杀人了什么东西，把砍死舍友，他们那是打英雄联盟好吗？所以说这里就不带节奏了。而且最近中国区远赛吧，牛币表现出了一支强队应该有的素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IG 时好时坏，上限奇高下限奇低，真的有点搞不懂这支 IG 了，有时候崩得莫名其妙的，有时候又觉得他，就是你觉得他行的时候他突然就不行了，你觉得他不行的时候他突然又屌屌的，这个 IG 总是这种风格。去年就是你觉得他不行了，肯定 IG 队伍现在太弱了， ECL 哎拿冠军了，哎你突然觉得哎这支队伍还挺强的，有点实力，就妈 TI 又崩盘了，让人零封了，你说这种队伍真的让人有点粉不起来啊。不过问题还是蛮多的，这支 IG 现在目前来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目前来感觉好像 TI5 回来中国所有战队都弱了，不过现在一击也弱了还好，所以说中国有一战实力，大家都是个弱化版搞吧。而且现在普遍新版本中大家还都处在一个摸索阶段，这边豪娘也是加点相当的正统，七级三级物，三级就是赏金，然后还有一级大招。这边想杀神灵大道拍拍了，那拍拍感觉有可能活不了，我个人感觉应该是死了。哎，熊战士1874年走失的老夏天，我靠，名字还突出一个小文艺。好像这场确实是炼金前期基本上以刷钱为主，还是豪，还是虽然豪是个打架盒，但是炼金这版本就是这样英雄。而且现在大家个人感觉为什么大家好多人不喜欢炼金，炼金这英雄现在有些太被无脑手了，
觉得他真的没有说像上版本 TS 那么阴吧，就是上版本 TS 啊那种英雄是真厉害，现在炼金个人感觉真的没到这种程度，小精灵连一下拉一下走，好娘接应了一下小精灵，毕竟给他拉野的好兄弟啊，兄弟啊，好娘再给口瓶应该死不了，诅咒死不了应该是，好又拉了一波野，再准备清这波远古了，我这波远古一清完嗨直接起飞了3000多块钱，3200直接一波嗨飞，正被攻击一波直接啊、哦！他还是选择先混一下先上经验，不过他哎呦，对面熊战士又被哈斯卡干了。哈斯卡这个英雄真的是优缺点非常明显，优点就是只要对面不是特别针对他，哈斯卡这个英雄很容易起飞，非常容易无敌，但是对面一旦针对他拿个什么 AA 啊火女啊，就是阵容决定了哈斯卡能不能好打。哈斯卡这个英雄毕竟不难，主要你掌握好切臂章的时机就好，不难，这个英雄真的不难，推荐大家可以学学。2800豪娘买东西了，买了灰耀卷轴貌似是，哎，灰耀卷轴不可能这么便宜啊，他买的不是灰耀卷轴，买的是个什么呀，买了个魂戒什么鬼啊，他们一定是看到了这个魂戒 好诡异啊，这是什么鬼，魂戒说老实话连你一般不太出的，这边连你准备清了，开大招魂戒再撒一把雾，直接可以清这波雾，是酸雾是物理伤害，大家就记住这个，前期很厉害，酸雾配炸弹很厉害的，因为它是物理伤害，而且你可以试试炼金扔出去，炼金的基本打架手段还是就是先扔炸，就是先摇到能炸到人，但是你别为了追求最大伤害自爆了，就是能炸到人就可以甩了，就是伤害堆积差不多，你得保证你摇的过程中别一下突然丢失视野自炸了，直接团战躺了，那你这炼金玩的就相当成问题了，就是保证你能扔出去的情况下能摇时间越长越好，摇之前扔酸雾减甲再配上炸弹的伤害可以炸得非常的高，很好用的，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这边好也是清完这波野可以舒舒服服的去线上混一波，看他清野效率，哎，这波小精灵给拿了，不过经验还是蛮高的，九级也是四级钻物四级导弹，这四级钻物四级被动，这英雄推荐大家不要无脑手，真的不要无脑手，他还远远没有强到就是像上版本 TS 那样可以稳稳的一选，什么阵容都能打，他这个英雄真的没有说是那种强到变态的程度，稳定上分算不上，真的就算这版本算是一个热门，但是并没有大家想那么强，虽然比赛中经常会有时候会被办，但是我个人感觉对他的前景并不是很看好，拿出炼金一方胜率也就那么回事儿，真就那么回事儿。这边哈斯卡打掉了盾，有臂章的哈斯卡打盾11分钟这个节点还是比较轻松的，只要卡好肉山别让肉山，具体学习具体操作方法大家在网上学一下就明白了，不难。这边炼金也是哎呦队友好崩啊，这场比赛豪娘压力好大好崩，这边中路再刷一波直接辉耀，辉耀到手嗨的不行，有了辉耀12分钟算是一个比较快的数据了，豪娘这一场经济发育的非常快，他主要拉野的细节特别好，又有小精灵这种比较出色的辅助，主要是肯定好多人看这视频人觉得哎呀这场的刷快完全是队友保的好，其实也不是，因为有可能你觉得高端局的队友这边好像第一时间酸雾没扔出来，因为他在 CD 中，所以说他是可以跑了，被队友反杀死两个应该是都跑不了，哎那个居然跑了，让我有点没太想到，辉耀到手也是13分钟，很快的一个数字，一般15分钟之内能做出辉耀的人都是值得，而且炼金这个英雄我在这里还是奉劝大家一样打的一定要稳，为什么给大家这么说，这英雄分分钟3-4分钟2-3分钟一个大件的一定要稳，炼金死不起的，炼金死一次就崩了，就死两不是死一次就崩了，这么夸张，死两次就崩了，所以说哎这边好像直接动手完了，这边不过没炸出来血崩，这就是我说的太贪了，早扔其实可以杀了，辉耀现在这13分钟辉耀非常猛的，他这一波有点失误，不过没关系，接着没死就好，炼金的英雄千万别死，
就还是这句话，别死就行，别死一切都好说。我这种是炼金最喜欢打的野怪，五个小怪那个，他的被动加钱真是加爽翻天，36层一直保持在36块这个层数，可以让他经济补得很快。火药完了不到1分钟，就是1分钟又刷了1500块钱，炼金就这样，两三分钟一个 A 的人，你让他死，那可真是死不起。说哈特卡来了。哎，小精灵应该是躺了。哈斯卡这段时间无敌了，无敌的不行，把他盾拍掉。但是有没有队友来救哈斯卡？关一手，有一手炸，好像可以炸救一手，抬一手炸一下，但是还是能干死拍拍。哇，哈斯卡好屌啊！边带杀戮被钢没手终结，还可以。太凶了，这个哈斯卡1v4了，就这样1v4还带走个拍拍。主小哈斯卡这英雄，只要对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针对他的英雄，哈斯卡很容易起飞的。你看浩娘这样相当的肥，其实炼金就看每分钟金钱608，现在还是一个15分钟以内比较合格的数据，他在有分身以后基本上能达到900+以上。一般一场炼金大概在900+就算是一个比较玩的比较合格的炼金了，当然你要说上千的真的是有需要队友的帮助了，需要队友帮着拉野之类的。这边拿掉这几个，赶紧再给口秘法，有队友的支援真是好。这边直接刷2波，豪娘也是高速在刷，应该飞鞋已经到了，他还是去用现在最流行的那种飞鞋分身护药，飞鞋护药分身的一个套路。这边炸一下，但是应该能杀 A 死。被寒冬飞龙，寒冬飞龙貌似是前一阵一直被带节奏的那个裁判广州亮少，好像是他，原来最早参加加拿大那个，好像是那个节目那个主持人，好像是粤语主持人，粤语的解说，但是目前最近那个女子联赛好像被带了一波节奏，还是挺难受的，具体节奏大家可以自行百度一下，有兴趣的。哎，李子在这里不愿意说太多节奏，毕竟哎，节奏这种东西本来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看你，只要别戴有色眼镜，只因为李子在这里不想主观性太强。这边豪娘又该吃核桃了，兄弟啊，这哈斯飞哈斯卡脸，让哈斯卡能让飞下来算鬼了，兄弟只有半血。豪娘有时候经常会做出一些特别二的举动，但是你说他是他因为菜吗？真不是，他就有些打特别随意。就这个选手打路人真的特别随意，就属于那种瞎逼玩。为什么好多时候好多人求豪娘粉丝特别多，但是有时候我真的不爱做他比赛，瞎逼打。你看他这场简直瞎逼打，死了。小精灵没大，有大可以带他飞一波家，大招 CD 了，没能救到脸。看炼金就怕这样，死不起的兄弟，炼金真死不起，打算出分身。现在30那天玩两场炼金也是这种装套路，这种装套路确实现在最合理的，比较好用。炼金一死，你看这金钱每分钟金钱直接就往下落，掉得很快。而且炼金这个英雄一定要注意一个技巧，他最好有分身的时候尽量开大然后再分身，有大招的效果比较好用，带线什么都带动。这版本对于近战的分身斧加强说实话还是蛮多的，这边飞鞋直接飞出去就好，接着刷钱。你现在没什么战斗力的，一个护药一个飞鞋，你别看经济场第一，但是真的没什么战斗力的。队友很崩啊，没办法，有炼金就是这样，就钱都让炼金刷，队友普遍来说比较穷。这边豪娘直接买个夜叉卷轴，然后马上就可以做出20分钟之内就肯定分身斧应该就有，这种英雄刷钱挡不住的，而且前期被压杀很多。你看这种他一个补一个兵被动加36块钱，满就是满 buff 的情况下，就是把金钱被四层 buff 叠起来的情况下，这种没办法了，挡不可能挡得住的。你看控赏金神符，这钱加的一吃400块钱一个赏金神符，你其他英雄有这功效吗？威武的不行，
经过猛烈的围攻，天辉中塔终于倒下了。我承认林兄玩的真的很爽，但是确实毒瘤。我真的说，真的确实毒瘤，这边打不过呀，炸一波。但是自己在这儿能不能跑？烧 TP 应该是能安全 TP 回去了。哎呦，差点被烧死！大招回血真快啊！要不是大招回血，他现在根本就没有跟神灵一战资本，确实打不过神灵。神灵现在太凶。连金接着刷钱，在二十分钟应该到不了了。嗯，肯定分身服不了了，比我想的要预想的要慢一点。他主要被神灵抓了一波，影响节奏了。连金这种英雄。真的是刷起来无魔改的，哎呦，就感觉冰龙要死，小精灵带回家，但是小精灵应该卖到里头了。小精灵玩小精灵，为什么小精灵这个英雄其实玩的人真的少，就是除了比赛这种纯为他人奉献的英雄真的不受大家欢迎。你看小精灵死了，没办法，他这种英雄就是这样，就大哥就玩的普遍比较穷，也很难秀，所以说这个英雄除了 CW 和开黑以外，路人说老实话都不是特别爱玩。当然也有精灵的绝活锅，绝活哥，怎么话说到一半，别别扭扭的。昨天是我结婚纪念日，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祝福，然后感觉结婚一周年了，还是挺多感慨的，也是希望跟老婆能好好的过一辈子。昨天刚好赶上他生日，一块儿的庆祝，感觉还是蛮幸福的。可能还是在蜜月期吧，也是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好了，这边接来看，他也马上有经验球，估计21-22分钟就应该有。但是这场比赛连金说实话有点刷的不太敢刷，毕竟对面抓人能力还是挺强的。他的末日就这么到了，飞鞋直接下去。分身斧也快好了，20分钟还算是迅速，21分钟肯定是有了。炼金这种英雄刷钱效率魔改的，看他这今天肯定是迟早会飞快的往上涨，但是他这场比赛由于对面确实是局面是比较劣势，所以豪娘不太敢放心大胆的刷。他要敢放心大胆刷，今天涨得肯定很快，他这已经连死两回了。炼金千万要稳，打炼金我在这里给大家说，性格一定要稳。这英雄真死不起，死几次就崩了，就跟猫鸭那场，他这英雄就是靠装备叠的，没装备真的很渣的。这边干神灵，但是神灵要跟你一换一了，冰龙一级大，先把神灵干死，怼穿，好嘞，把神灵怼了。这边双肩甲打肉山打得飞起，但是豪娘没有盾，不是没有雾。不过拍拍在有拍拍这种肉山狂魔还是比较好打。主要好像分身斧准时运到，比我预想慢了1分多钟。给个大招把塔 A 了，开大分身直接跟血魔对撸，血魔打不过兄弟，这好像被自炸了，但是冰龙关一手能稳健抬手。这边有冰魂，但是无一你一个人是想什么呢？豪娘一波双杀，非常的肥。这一波冰魂太不是我就觉得无一太冲动了，一个人还想中大了是中大，但是你一个人真的杀不了这个连金。连金现在虽然血量不多，但是开大应该也有个1500-1600的血，对，开大不加血，现在只加不运。反一下杀豪娘，但是不太好杀，豪娘有飞鞋跑了飞起。这边拍拍在干谁？还在打，直接冰龙给自己冰箱。冰龙这里辅助真的烦，扔出去打神灵，直接 A 死。爱迪生完成一波大杀特杀，2600块钱，非常飞，直接飞回上路接着刷。他现在有分身的这个刷钱效率将会变得非常的可怕，可以分身去刷野区了。看他现在细节处理也非常好。直接两个各去刷野区就行，他这也是细节也处理相当不错。大招以后，然后再就是大招了以后再开分身，你看他金钱每分钟金钱涨得非常非常迅速，刷的飞起。炼金现在这就是起飞了，根本就挡不住了。但是炼金这个英雄有一个比较捉急问题，上高地比较难，
也是对于装备比较泡沫，说不好听就是需要一定的，就是需要队友的各种支持，并不是特别，就是有装备也并不是能特别逆天的一个英雄。所以说这英雄哎 DOTA 还是一个很平衡的游戏。我觉得冰蛙对于游戏性的理解真的是无人能出其左右，他一般不会做出特别阴霸的英雄，给了你一部分东西就要拿走你一部分东西。你不可能说电竞这种英雄刷钱这么快，钱来这么容易，他反而有跟幽鬼一样那种的，就是大六格那样的装备，他的大六格我估计跟一般那种大盒，比如幽鬼啊水人这种，也就是估计也就是有他们一半的战斗力吧，也就顶死有一半，六大件可能能顶着四大件，也就这种感觉。炼金最大打到后期最大问题缺格子，你要后期让炼金5000块钱买个格子，炼金松松买给你看，他后期就是缺格子。而且上个版本炼金为什么那么，就是 TS3 的时候炼金为什么号称第一贼，那个版本主要是炼金大招加血，他现在就算虽然加回血比过去回的更夸张了，但是说老实话真的没有过去加血那个版本那么强。他加血那个版本能让炼金肯定保证不会被秒。这边血魔，我听见血魔给大的声音，哎，这神灵应该是刚被兽，哎，不是刚被兽，刚是刚被兽，刚被兽应该要死了，被野走了，快跑！大难当头各自飞，好，大吼一声，你们先在这搞，老子刷钱去了，老子不陪你玩了。这边玲珑心了，也是刷的飞起，25分钟玲珑心，3-4分钟一个大件，对于2-3分钟一个大件，对于炼金不难，22分钟拿到分身符，25分钟、26分钟直接就玲珑心了。这种英雄刷钱挡不住的，拍拍被晕一下，但是拍拍应该也死了，被风筝死了。拍拍这英雄真是被风筝起来真是难，这波炼金也不太敢上，就掩护队友撤退一波完了。这大招好像死了，能死吗？死不了，刷不死。你接着刷，马上就他有分身以后刷到900，真的是松松的事儿，一点不难，玲珑心了。还是豪还是用这场比赛用了一场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就最主流服装。这边你看玲珑心炼金多硬，一个幻象都让神灵打了半天。而且他有玲珑心最大好处什么，嗯，这摇是什么鬼，摁错了兄弟，摁错了，太邪了。好娘打路人特别不认真，是特别玩的一个选手，就是对路人特别不认真，打得特别随性，经常有时候会害死队友或者害死己方，就什么圣剑，他打对黑局也是，就跟 OB 那时候打对黑，经常有什么送圣剑呀、葬送好局啊，该好，所以好多人都觉得豪该吃核桃了。但是我这么说，认真状态下的豪绝对是第一 C， 哎，死了！认真状态下的豪绝对是第一 C。现在基本上没有，除了塞拉以外，我不认为有人能跟豪抗衡。至于你说的大 B 吧，大 B 是个话题人物，但是目前来看，他真的不如现在巅峰状态下的豪。所以对于牛逼来说，我还是挺期待的，说实话。牛逼毕竟木豪组合呀，我现在就不明白刀刀为什么要有这个什么沧州市啊，什么什么，那次我在天津就是有一次群里聚会嘛，然后我刚好在11在天津办点事儿，然后刚好在天津跟他们聚了一会，在天津网吧我们几个人线下开了一样黑，就是跟群里的水友嘛，然后突然一下，就那时候怎么说呢，就是给大家说我在天津登了一下这个我的号，就回来就有天津了，他检测你 IP 然后自动给你匹配同城。我只能说 DOTA 再次成为了同城搞基的好软件，妈真是鼓励同城交友是吗，威慑想得好啊，号说中国多少年以后会有，应该是听我老婆说的，说那个说有多少
男生会单身，就成为单身狗，女生会无论长多丑都有人要。我当时就觉得，哎，有个其实到时候生姑娘也挺好的，怪不得国土成了国民岳父呢。原来以后姑娘这么抢手啊，威慑已经看到了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索性给中国给把刀刃改成一个同性交友软件。好的不行，我只能说威爹贴心啊，我天，让广大玩 DOTA 的朋友们更加的生活美满，更加开心的打 DOTA， 这个还是挺好的。夜野势力正在欺负丁辉下场，没准还能找到真爱呢。我群里就有三立的凯里，然后他俩真是真爱，在我群里我也算半个介绍人，在这里也是再次祝福你们新婚快乐吧，马上好像听说他们要领证了。被攻击这边小精灵直接选择飞走，飞走是个什么鬼？炼金再次刷了3600块钱，25分钟拿上了零中心，26分钟拿上零中心吧。这4分钟又刷了将近4000块钱，而且还被干，还打了一次架。他要稳健刷个5000块钱，问题大。这边开怼拿幻象，直接开撸，看这炼金幻象多猛。这边炼金接着回到战场上打起来了，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熊战士击败了巫医，但是后面队友炼金来了，扔炸弹，酸雾加炸弹，伤害很高，直接秒了血魔。神灵也打不过，最终炼金这一波成功的收割，直接飞上，只剩下冰魂一人。炼金抓住这个机会，赶紧怼。这边炼金下一大件猫色做强袭，对面有神灵这样的，他假，他想撑一下假，正常。这边直接开启分身砸塔，然后冰魂过来来干扰一下，这边扔大，好，直接开大准备搞，但是冰魂有绿，这里，哎，兄弟，你中了冰魂大了，兄弟回不了血的，我好死了，我的妈，兄弟你真该吃核桃了，我打的太你妈不认真了，好好的杀人拿塔，就是不是你不杀这个人，老老实拿塔，妥妥的这个塔砍下来了，兄弟呀，太二了，精灵还想救他一波，最终也死了。哎呀兄弟呀，真的毒瘤，我冰魂嘲讽了，别来送，哎，这种人他妈真烦，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妈嘴贱的一逼，本来我他妈被反杀了，我心情就不好，这边豪也是怒好了，哎，毕竟砍手豪啊，性格就突出一个冲动，送了怎么了，大声告诉我怎么了，好自信呀，我靠，大声告诉我，还得大声告诉你，兄弟啊，刚才那个操作真的该吃核桃，但是我挺烦这种嘲讽的，你赢了就赢了，别整那小家子气，跟一辈子没赢过似的，老子是新手，提醒你别送新手。哎呦哇，这不值当的，你这种嘲讽没必要的，高潮了，双倍伤害。这边拍拍也是估计认出来好了，要贴新手去匹配，别坑人。好，还挺牛逼，还挺会嘲讽，别说，毕竟砍手豪，豪绝对是性格很冲动的，而且绝对是敢和水友刚正面匹配的新人啊，不然你们来送。这边双方也是打嘴仗，没，其实没必要，实力见真章。但是我一直觉得吧，怎么说呢，我对于这嘲讽看法就是，你可以打死我，你比我牛逼，这场你发挥比我好，你赢了，咱们都能匹配到一起，就证明咱们水平差不多，谁也别笑话谁，这局你们可能阵容好，可能配合好，反正你把我赢了，这个我服，这个打刀的嘛，那打刀就在被虐中成长，这个输了一点脾气没有认，就是技不如人，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你还拿言语来侮辱我，我靠，就等于你把我强奸了，你还得问我爽不爽，我操，这种问题他妈怎么回答呀，我还能说爽啊，妈被你强奸了，被你都干，被你堵在圈这里出不去了，你问我爽不爽，所以我就还是在这里跟大家说，奉劝大家积点德，爱嘲讽了就别老嘲讽，你已经赢了，赢了咱们就得饶人处且饶人，而且我佩服你，
你赢了，我给你打个 good game， 一场美好的比赛，双方我从你身上学到了优点，可能下次咱们再遇上，依然能进行一场精彩比赛。双方赢了就打一场精彩比赛，双方谁赢谁赢都爽。但是你这嘲讽没必要，而且嘲讽你要万一被打脸呢？比如说这场豪要真赢了，你怎么办呢？多栽面吧，就比如说冰魂这场你嘲讽了 OK， 然后哎这边冰魂回来，好直接干冰魂，冰魂有绿，但是好直接选择跑，无一过来两刀砍死，一猜就是砍死。这边这皇娘这波带线很关键，冰魂也得死，绿棒在 CD 中扔出去 A 下再 A 下 A 死了，完了雪崩。你看这我就说打脸，这时候皇娘要说话你怎么回吧？一句话说不出来，而且是你先抄的房。你看，然后豪喷了吧？以豪性格，豪肯定喷。你看豪这送你什么什么个逼，应该是被屏蔽了，说脏话了。在这里看视频，小孩子就不喷了。但是我相信大家也明白他说什么。这边你看，冰魂说不出话来了吧？你这种嘲讽没必要的，确实人家失误，人家本来就烦，真的没必要。你这被人拆路，然后你看你他妈给老子跳啊！你看冰魂就说不出话来了，马上就说不出来，那你没办法，你就被人打崩了。人家炼金破了你们一路，杀了你们两个酱油，你毫无办法。这种就是这样，你就没办法。你现在你看冰魂还说啥，一句话说不出来，这怎么办呢？这就是嘲讽。真的奉劝大家打刀的嘛，讲咱们是有素质的群体。你要是天天爱嘲讽爱喷人的话，你可以去玩某联盟啊。真的那边特别适合你，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咱们有点素质好不好？也是在这里呼吁大家优雅的打刀的，不要进行嘲讽。就跟当年农民的周神为什么被叫农民，周神当年就是因为怒喷叉逼，天天嘲讽，叫个毛，他妈跟个农民一样。就周侮辱农民伯伯，就是侮辱了广大农民阶层。中国其实农民家庭出来孩子蛮多的。好，这又飞脸了，你能飞就算鬼了呀，兄弟！35分钟你还觉得雪魔 A 不掉个兵吗？雪魔这装备应该也还行，看单内锤，这装备行的要死，何止行来形容？虽然比炼金穷，炼金这装备有点魔改了，轻松上900，有分身以后一会儿就900了。900了，906，而且炼金这种越打到后面越经济积累越快了。那飞鞋满街飞 ，CD 又短，大飞鞋。皇娘也非常拼，一点买回钱都没留。看他现在多少经济，3万多经济，36分钟3万多经济，我估计也就炼金做到。刷各种野，他现在由于有强袭什么的，刷野也比较快了，也是利用分身带一下线，分身补刀，分身线也比较好补刀，有回药烫也很快。看，就是说收钱收的起飞，他自己真身都不用露。你看冰魂说不出话来了吧？要不说这种嘲讽挺容易被打脸的。你要是堵我泉水里，你嘲讽，你怕被打脸就堵人泉水里嘲讽。基本上都翻不了盘，但是你要一旦被翻盘了，这种真的是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你刚才还没咋地呢，就说好送你，你说这一波你还怎么还嘴吗？讲道理，你真的还不了嘴啊！豪的一个分身你都要清半天啊！刚才一路换一路，豪非常果断的一个换路，并且杀了对面两个酱油。虽然中路也掉了，但是局面上还在好掌握当中。炼金刚那一波直接就飞起来了，他下一大件应该是打算做金箍棒，做圣剑的面不大。炼金做圣剑太拼了，有做圣剑面应该不大，估计还是做 MKB 的面大。毕竟他要预防，他应该神灵有天堂，我感觉啊，你看的确是有天堂。血魔也有闪避护符，所以他做 MKB 是正常的。炼金这时候装备一定要看着对面的装备出，这也是看局势出。所以有些人在微博里问我，李子这英雄该出什么，有时候这种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你对面的阵容。你要告诉我对面什么阵容，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出什么。你要不告诉我对面阵容，这怎么分析吗？打刀的我们还是要灵活一点，就是有的
对面全法系，你先裸个挑战，你是不是傻？你要对面全物理输出，不是说错了，说的对面全物理输出，你出个挑战，你是不是傻？出个笛子，你要对面全法系爆发，你不出 BKB， 你出那么一堆对面全控制，你也不搞 BKB。所以说这种东西，对面全闪避，你出个大炮，有个毛用？对面什么天堂啊、蝴蝶这样，你出个大炮，你有个毛用？所以说这种东西真的是没办法说的事情。这边跟神灵硬刚，然后开炸，但是哎，这边对撸自炸，这没金箍棒有点撸不过神灵吧，兄弟啊，我就感觉有点撸不过呀。神灵也 TP， 那能 TP 回去吗？应该能。这边正面神灵回来了，那这赶紧跑吧，再不跑打过了。哎呀，拜拜！这边跟神灵对刚，但是天堂好肉，我只能说天堂神灵克挺克拜拜的。神灵吸回来了，但是刚被肉收了。豪娘这波还在打，还在带线。所以说炼金这个版本真的不推荐大家玩，太毒瘤了。以职业玩家的水平玩起来都是毒瘤。你别说你路人这种还毒不好，他这种毒瘤你别说有点作用，自己一个人拆了一路，然后你，所以说这种太毒瘤了，我真的不太推荐大家玩这种英雄，很没乐趣。首先玩的没有跟队友并肩作战胜利的快感。这边开摇直接扔出去，接着炸大，哎呦这输出太高了，有 MKB 以后输出真是猛。他刚才也是展现出炼金杀人手段，就是直接开摇，阴影里开摇，然后酸雾扔出去，一瞬间扔酸雾，然后直接 AA， 基本就能 AS， 比较好用。左边这边是一个飞熊二维码，欢迎大家能够来扫描一下，来支持一下飞熊 TV， 也是来试试自己人品，如果正经更好。烈焰中塔受到攻击，这边又要开摇扔出去一个酸雾加炸弹，但是炼金现在这个装备讲道理的话很难挡了，基本上挡不住了，太肥了，36000，我妈比对面双大哥加起来都肥。这种炼金没办法，5000多块钱音乐之精什么都可以买，应该是要买音乐之精了。他这场其实讲道理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 A 唱的英雄，所以他目前来说没有拿 A 特别质变的英雄，像窝地啊或者拉比克这些拿 A 仗比较质变的英雄，他这场没有，还有风行啊这些拿 A 仗比较质变的，所以他这场比赛基本上不用养 A 仗。音乐之精应该已经买了一个哦，他这是什么？买了个什么装备？他消费了呀？哎，你买了个什么？鸟里有个什么东西？买音乐之精没吃，兄弟。兄弟，你的音乐之精没拿到身上的，好，没拿到身上，音乐之精没吃。这边大幻象，好可惜，音乐之精没吃好，他没感觉出来，应该是。想蹲一波神灵，但是神灵貌似去打蹲了。所以说这版本炼金真的是，但是炼金说有一说一，这版本他真得这么打才厉害，就是一个带线小达人，他真得这么打才厉害。所以说炼金这个版本就是怎么说呢，一开局就走在了有炼金一方，一开局就走在翻盘的道路上。炼金要读得好的话，毒瘤读得好的话就有可能赢，要读不好的话基本上血光，幻象跟着直接扔炸到，炸到就死了一半。哦，他不太敢上，炼金又把队友给卖了。看，真是毒瘤，他这波决定参战了。黄江觉得能拿这波装备，再不参战是狗。但是黄江这波貌似就想盯着冰魂骨髓，两刀 A 死，冰魂还是得死，被钢背兽粘上了，这冰魂跑不了了。直接炸到，但是你看豪娘这波 A 不到，想烫死，但是这样一下子能不能 A 死，应该是还是 A 不死。这时候炼金已经有很强战斗力了，这边他控制幻象追着烫就行了，直接烫死应该是。可能飞龙拿着人头，然后这波炼金开大有大招了，他也勇敢上，牛这一波踩一大被
一到 A 四，黄江这装备无敌了，真的无敌。哎，这你打不过人家金箍棒的兄弟，你还当你无敌的时候呢？这肯定打不过好的。天堂戟炸一下，但是没用，他炸一下直接躲一波，防人大的神经位满活，但是没用，这波肯定是命，打不过有金箍棒的，直接炸一波，哎，但是能杀掉黄娘吗？杀了，黄娘直接满活飞过来，结束了，他音乐之境全场没拿，结束了，你这波飞过来了，我改了，分身躲一下，直接扔出去，这。感觉如意也得死，神灵过来打我脸了。骑摩托车打架，这是小二雷好像，我看是二雷吗？这不是二雷 ，A 不买，好还嘲讽一波。你说这 A 图啥吧？这兵魂没钱，跟我说一句，这图个啥？天天你说你嘲讽人喷我来。怎么办？你说你这辅助没办法，很穷。那你说你送你两次，给你优越感了，就那是。毕竟我也是杀过豪的人，没什么卵用。这种嘲讽真的没办法，让人摁在泉水里面怼。你看 A 这波，让人摁在泉水里面怼，玩的溜哎，但是自己还是得死吗？这波你看还是得死，没办法，一刀两刀，一仗，哎，一仗也跑不了的，直接扔太大，炸死，毫无办法，被人盯在泉水里面怼，好难受啊！而且还是自己先嘲讽人家，这太血崩了，哎，这假兄弟，砍死，但是自己在这儿冰龙再关一手，我感觉，哎，这波貌似得跑死，跑死了兄弟。许魔力大还是杀得了你，连金满活在 CD 中，但是这场比赛也不影响，肯定是结束了。左边这边是飞熊，也欢迎大家支持一下，右边是我零店地址，大家有兴趣可以来我零店看看，还是蛮不错的活动。好了，也就视频也就做到这里，这场比赛录像编号应该也没什么必要给大家了，过期了，这应该是十天以前打的，然后早下好给大家做素材。好了，最终拍完一下拍到基地，这样比赛走到末尾。谢谢大家一如既往支持，我是紫色水离子，我们下期见。也是在这里还是给大家说一声，奉劝大家不要嘲讽和谐打刀的。好了。